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第三轮的比拼就要开始，出场的是央潮俱乐部的赵点点，李晨俱乐部队的张恒，渔阳俱乐部队的黎卓文。哎，特别也要跟韩老师值得一提的是。 从来到节目的第一时间，邵点点和张恒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对抗的关系。哎呦，他们都很希望能够在赛道上面狭路相逢。邵点点、张恒，请出战。今天出战，我心里就是想赢下来邵点点。但我认为我更厉害。分数仅差一分。很期待下一次可以跟他就是正面交锋。我还是希望在平花项目能和他好好较量一下。 就这个局面之下呢，我就已经看到了一个电灯泡在那哇哇亮。好，那么在这里里面首先出场的是邵点点，哇哦，他今天要做的动作是三星Olay内转540，那么来和大家一起来期待呢，点点点点非凡经典啊。 韩老师，你的创意没有姜潮好。姜潮什么呀？你咋能这样挑衅呢？没有没有，你们原来是什么呀？点点什么呀？点点点点非常危险。非常危险。他是你们俱乐部的人。哦，对，哦是。都没搞清楚。<笑>我觉得是点点对于其他队来说是非常威胁。哎。 因为我们看到资料里面介绍，他是所有女生当中单板滑雪平滑最厉害的一位。我就是平滑女王，我的优势是我会的动作其实非常多。到底是点点点点非常经典，还是点点点点非常危险呢？比赛结束后见。呜呜。 加油，师傅！加油！哇，大家看他穿着一个红色的上衣，很轻盈。哇！哇！动作漂亮！哇！而且他像展翅飞翔一样张开了他的双手。他动作完成的非常好啊！哇！漂亮！ 他像跳舞似的，他利用弹板利用的特别好，好帅啊！雪上轻亭啊，真的很炫酷啊！哎，怎么办，兄弟？ 动作完成的非常好啊！到现在来讲，应该说没有任何的瑕疵。太棒了！太美了，点点！全场最美！全场最美！太美了，点点！ 比赛证明了点点点点非常经典，是，轻盈唯美，如蜻蜓点水。好，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裁判员亮分，7.6、7.7、7.6、7.8、7.5，去掉最高分7.8分和最低分7.5分，他的最后得分是7.6分。好，谢谢点点点点，确实动作非常的唯美啊，他的完成度非常的流畅。 他把他所有报的动作，在没有失误的前提下做出来了。哇！